强大的奥特曼，快视为一盘超完美的咸蛋苦瓜。完美的苦瓜之力需要苦瓜、咸蛋、葱、姜、蒜，调味料有糖、盐、白胡椒粉、香油、米酒。苦瓜一定要把里层的薄膜去掉，再切片，这样才不会苦到吃不下哦。再来把咸蛋对切，挖出咸蛋黄，切成小块备用。炒之前记得先把苦瓜穿烫过哦，这样子炒出来的蛋黄颜色就会比较漂亮哦。开始炒咯，先爆香葱、姜、蒜，然后主角要来咯。没错，欲练神功必先自宫，一定要把蛋分开处理。咸蛋黄一定要先下锅炒，炒到冒泡后，让咸蛋的香气出来，再下苦瓜，这样咸蛋苦瓜的味道才会均匀。下苦瓜后，加入开水及盐、糖、胡椒粉、香油、米酒调味，最后再加入蛋白，拌炒一下就完成喽。